草屯镇敦和社区配合中央政策，长期推动反家暴防治。这届特别结合敦和宫，邀集社区民众以采购方式进行宣导，希望运用社区力量建构社会安全网。敦和社区民众小组热烈向镇着社区会顶以及所制作各种海报，参加着反家庭暴力采购宣导活动。沿着学校周边进入市区，然后整拢着敦和宫扩大宣导力量，做这样子的一个暴力零容忍的这个宣导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就是说，我们其实现在很多都是会有存着这样子的一个暴力倾向的那种环境。那如果说用这样子可以去宣导大家，就是说真的是暴力零容忍，我们可以就勇敢的站出来，这样子的话，对我们的这个社会会是非常棒的。这场反家庭暴力采购活动，吸引真侪社区民众来响应。叫八九十岁阿嬷，伫厝内底人的陪同之下，提着拐仔，也是讲坐着轮椅，共同参加。伊平常时搁伫照顾关怀基点上课，感受到社区推动着家庭暴力防治的用心。真欢喜啊！再行吼，行真欢喜啊！真啊，真幸福啊！嘿，啊，有迄个身体，有在出来行，对哇？可以参与，他们非常的高兴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感觉说，他们还是有这个老人家，虽然他们是老了，但是还是有存在的价值，还是能够为我们这个社会尽一点心。这几年，草屯镇敦和社区用心来投入着反家庭暴力行列。介绍学校一个庙宇家的单位，引导着大生朋友，会使有防治意识，提醒大家对家庭暴力记得重视。用今天这个好日子，我们办了那个彩街的活动来宣导，沿路发那个宣导品，然后就跟敦和宫这边跟他们结合，做这个暴力零容忍的宣导。宣导说我们反家暴游行，那紫色的丝带就是代表反家暴，那希望能呈现幸福敦和反家暴，然后报案专线113来跟民众互动，然后并介绍，然后传达这个理念。借着各种活动的机会，敦和社区来进行着反家庭暴力的宣导，希望靠大家力量，会使来建立着社会安全的系统，打造优胜社区环境。记者林雨欣，采报道。